自从娜扎和张翰分手后，张翰就很少出现在镜头前，一直非常低调，但是娜扎却常常被媒体拍到，而且心情很佳，似乎已经走出分手阴影。3月31日古力娜扎许魏洲合体现身某活动，引来大批粉丝围观。从照片上看，一个英俊潇洒，一个貌若天仙，甚至比 P 图还要显得美观。许魏洲一个阳光帅气的大男孩，一身休闲打扮显得温文尔雅，低调的性格加上帅气脸蛋，不让人喜欢都难。娜扎身穿一身白色花裙，纤细四肢加上灵动的腰肢，看起来仙气飘飘。许魏洲的帅气不输李易峰、鹿晗，但他的团队很少炒作，算不上流量明星，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才让他显得更加有魅力。娜扎是长得真美，而且身材在圈内数一数二，不过经常被网友无端黑，其实本人通情达理，是个不错的女孩，两人 CP 感确实超强，而且年龄相当，都是单身，是不是应该交个朋友什么的，这些都是缘分。